宿向何頻？宿向見韓宣子，宣子憂頻。宿向何之？宣子曰：吾有卿之命而無其實，無以從二三子，吾時以憂，子何我？何故？對曰：昔亂武子無一卒之田，其功不備其中氣，宣其德行，順其賢則，使悅於諸侯，諸侯親之，戎狄懷之，以正晉國。行刑不咎，以免於難。及緩子驕態奢侈，貪欲無偽，略則行志，假貨居攜，易及於難而賴慕之德，以沒其身。及懷子改緩之行，而修武之德，可以免於難，而離緩之罪，以忘於楚。夫隙超子，其父半公室，其家半三軍。此其父重以泰於國，其身思於朝，其忠滅於綱。不然，夫八隙，五大夫三卿，其重大矣，一朝而滅，莫之哀也，為無德也。今吾子有亂武子之貧，吾以為能其德矣，是以何？若不憂德之不見而患貨之不足，將釣不下，何何之有？孫子拜，啟首言曰：喜也將亡，賴子存之，非喜也敢專誠之。其自緩叔以下，加吾子之次。